大家好，我是薇薇。一天我来到了一个山体水库，听当地的钓友说经常看到像猪一样大的鱼在炸水。今天我准备了我全部的家当10万块钱，准备包下这个神秘的山体水库，进行一个月的荒野垂钓。走，昨天我们已经给老板打过电话了，你去找老板谈一下。走。老板，老板你好，我昨天给你打过电话的，承包水库的。哎，你好。我以为开玩笑呢，真的来了。这种事情怎么会开玩笑？我听当地的村民说，你这水库经常有猪一样大的鱼在炸水，你算一下多少钱了，包给我了。就像昨天说的嘛，5万块钱一个月嘛。行，5万就5万，但我有个要求啊，就是不管我这一个月之内我钓到多大的，不管大小，鱼都要归我。那不行，我这里过鱼大的10多20斤的，跳水鲤鱼都有，青鱼几十年没干过，估计100斤都有。那老板不是你这么说的，是不是？这5万块钱不是小数目，这是我全部的家当了，是不是？那既然我是承包的，那钓多少肯定是算我的呀。那行也行，但是你钓不到，我一分钱不退的哦。这个你放心，老板，我不是那种赖皮的人。那我还有个要求，就是我钓不到，我这一个月如果钓不到，我可以请别的钓鱼大师过来帮我钓了。反正给你用两根杆子了，不管是谁钓都可以吧，好吧？就限杆2根就好了。啊，那鱼都归我处理。行了。嗯，行，那我试钓一下，可以吧？你哪里还可以试钓的？以为这个是一个小生意，这是大生意。那试钓一下肯定要试的。我怎么知道你这里的鱼情怎么样，大不大，小不小的？你先交给我交1万块钱押金吧，你再去山里试钓，好吧？1万块钱押金？那1万就1万吧。那先转给你。转过去了。好，那我先试一下了。好的。嗯，好。哇，这个位置不错，刚好是一个滑尖的地方。这以后我们钓台就搭在这边了。这边的话，滑尖的位置比较容易引来大鱼。后边的这块空地，我们打算养一些鸡啊、鸭，然后也可以搭我们的房子。来，我们先选这个位置，今天先试钓，然后明天再说。这以后就是我的小家了哈，我们就今天就选这个位置试钓吧。哎呦，就搭在这个滑尖处吧，试试看。咦，刚刚好，挺稳的。潘老板，潘老板，今天潘大老板，走吧。要想钓得多，必须打中我哈，拿上我姥姥的洗脚盆当当。哎，先看啊。终于大功告成了，这个留着我们当错饵就好了。走，打我去！要想钓得多啊，必须打中我，嘿嘿，不差钱。走你，这可是5万块钱哦！这如果我钓不到，我这10000块钱定金他能不能还给我？所以我今天必须要打下。涨水了！走你，好了。虽然说是试钓啊，但是我们要认真对待，因为这5万块钱是我妈妈留给我以后的嫁妆钱。如果我给她败光了，我都不敢回家了。我们就直接戳2坨这个草青网，选用一根7米2的猛攻极光8+6的线，大小通杀，青鱼搞起来，哈，走你。一步比不上失去的梦，可曾忘记我的承诺，曾经来过，曾经为了爱。哎，终于漂亮。我天哪，啊，这是什么？哇天哪，这什么鱼？这没给我来上2-3个回合就切了。哦天哪，跑了啊，直接给我切了，看，来来来，我们继续啊，直接上10号的线，哈哈，来，哇，这青鱼泡看到没有，看我窝子里发窝了已经，来，我们抓紧时间啊，
既然发窝囊了，就逼我走你。好，刚刚他是趁我不注意，我以为是小鱼，你知道吧？直接他点啊，他很墨迹的吃口，他不像那个青鱼啊，就刷了一下的那种给口，所以我就已经分心了。现在我已把注意力全放在这上了，来，我们看能不能打中。来，有动作，我去，哇！什么情况？天哪，哇，这肯定是有机物，绝对有机物，不得了！我们看一下，没打上来。来，我们继续。来，赠鱼，哇，漂亮，哈哈，什么啊？罗非，哇，这条罗非个体还可以啊，应该是罗非中的爷爷奶奶级别的。来，可以，刚好我饿了，今天你就委屈一下，我就把你吃了，哈哈哈哈。来，可以，来上，来，我们直接给它烤了，刚好饿了，哈哈。想当年我也是新东方毕业的，哈哈，看，动作够麻利吧。知道的边境，我把你不应天干净，爱你的时间暗杀的天边有回应，暗烈的咒灵却是不平浪如今，我却很专心分辨得出你的声音，从那记得冰将爱接近我用心，永不融化的是爱你的这个决定。从你你烤好了我就火给他浇灭，户外垂钓还是要注意安全。好了，熟了。尝一下味道怎么样啊？豆腐，我有没有想吃的？钓友快来，我分你们一半。嗯，泡泡。真的泡泡了。我的快，我去。哎，什么情况？我这是有大鱼吗？快去找老板，老板，我的杆子拖跑了，怎么办？杆子拖跑，我都说了有大鱼吗？你要不小心一点。嗯，那怎么办？你帮我去捞一下。这个那个合同我做了一份，你看一下。你没什么事，你把合同签了，我帮你拉吧。还签合同啊？那肯定，你在这荒岛一个月，有什么事我可不负责的吗？那行，这个甲方是我还是乙方是你啊？甲方是你，甲方是我是吧？周微微，日期的话，从今天开始算了。嗯，对。那今天不要算嘛，今天我就撕掉了。啊，那行吧。那明天了啊，明天是几号？2022年11月，11号，11号啊。按下手印嘛。那个，万一等下你不认账怎么办？我这5万块钱可是我全部的家当，我的嫁妆钱都在这了。那个我放袋了。我有啊。什么？谁是带这个吗？谁呀、啊？口红，把你手回去。哎呀，再抹一下。我签一下就可以了，用图。哎，那不行，我这万一你耍赖了，我这5万块钱找谁要？是不是？那可以，可以。我也回去。你按上你那个啊。嗯。那我签了合同，那我去把房子要搭了咯。我要搭房子，我要准备我准备我这一个月的荒岛生活。可以。啊。行，那我先签一下啊。签到我这儿。嗯。好。兄弟们，合同已经签好了啊。今天我们先回县城住一个晚上，采购一些明天我们搭房子的材料以及这一个月的荒岛的物资，然后接下来看我能否成功挑战白金巨物，哈哈。然后后续我也会邀请一些你们喜欢的钓手，擅长钓大青的钓手哟。你们都喜欢哪些钓手，在评论区告诉我哟。走了，欢迎垂钓挑战巨物的第二天，勾不起来，大嘴，你划船呢，大嘴。大家好，我是微微。今天是我挑战荒野垂钓白金巨物的第二天，我们先去搭建房子，走。哦，
die ganze Welt gesehen, von Singapur bis Aberdeen. Wenn du mich fragst, wo es am schönsten war, sag ich Sansibar. Es war eine harte Überfahrt, 10 Wochen nur das Deck geschrubbt, hab die Welt verflucht, in den Wind gespuckt und salziges Wasser geschluckt. Ja. Als wir den Anker warfen, war es himmlische Ruhe und die Sonne stand senkrecht am Himmel. Als ich über die Reling sah, da glaubte ich zu träumen. Da waren 1000 Boote und sie hielten auf uns zu. In den Booten waren Männer und Frauen. Ihre Leiber glänzten in der Sonne. Und sie sangen ein Lied, das kam mir seltsam bekannt vor. Aber so hatte ich's noch nie gehört. So hatte ich's noch nie gehört. Ihre Boote machten längsseits fest und mit dem Wind wehte Gelächter herüber. Sie nahmen ihre Blumenkränze ab und warfen sie zu uns herüber. Hey, und schon war die Party im Gange.兄弟们，我的房子终于造好了，看，这个是我晚上睡的床。这晚上直接睡醒了就可以开掉了，看。然后这边就是我的生活用品，这一套下来的话，这个树木是老板卖给我的，卖了我800块钱。然后这些布啊什么的，就是我在市场上差不多200块。然后这些生活用品，柴米油盐大概花了1000。然后这一套下来的话，还花的保守，人工费我就没有出，因为全程是我自己搭的，必须这第一个新家放个烟花庆祝一下，怎么能不庆祝呢？来，1、2、3，走！收紧了。1、2、3，走！大哥的地方，熟悉曾经的模样，我因为忘了想念而面对夕阳。饿死了，我们去钓一条鱼做中午饭，走。哦，对了，我刚刚还有这么多饵料没有算进去，这么多饵料加上这4个巨物干的话，大概花了我15000，所以后期我们要省着一点花。你们有没有想要来的，我全包了，好不豪气？昨天我们试钓的时候啊，那边打了一个重窝，今天我们继续去看看那边还有没有鱼，走。你们还记不记得昨天跑掉的那两条巨物？今天救生衣穿起来，直接上大家伙，9米的猛攻极光，20+18的限阻，继续钓昨天剩下的这个炒青王啊！不是他上来，就是我下去，来走你！飘，哇，漂亮！现在我们就屏息凝神，坐等大鱼上钩。有动作了，已经有好几个动作了，他这种阴飘我没打，难道这个鱼昨天还鱼，难道这个窝里还留了这么多鱼？来，终于飘了，我去！怎么办？大嘴快，把我去忙
是巨物！来来来，快！袜子也得脱了，老干子了，兄弟们，跟着我一起啊，走走走！啊，来来来，大嘴，快快快，再靠近一点，大嘴，大嘴，好了好了，不要来看大鱼啊！来来来，站住了，鱼还在，哈哈，等一下啊，你看，哎。你稳住了吧？我要阳干了。我要阳干了。来了，终于漂亮我。我这条太大了，我攻不起来，大嘴。我兄弟们攻不起来，你们吧。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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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来。你把船划稳就好了。你不要转圈圈了，大嘴。你要来。我这条不得了。大嘴，快这一溜人的，你看到没有？哇，大嘴，你划船呢？大嘴，你在干什么？掉了，累死了，现在。哇，太猛了！哇，这条多少斤啊？这条不得了了，这条要发财了，大嘴。我去，我去看房子去啊！快来，往那边划，带。干嘛了？这船怎么不受控制了？他鱼，这个鱼溜船，鱼在溜，对，你看到没有？他把我往前带，我大哥发力了，我大哥在发力，哇哇！啊、哦，大哥在发力，大哥，我服你了，你上来行不行？上来吧、啊。不行。这起码五十斤打底，五十斤打底好了。我累了，不是我不滑了。你快点滑，累死了。你滑呀！快快快，他砸水了，他往水里转了。哇！我大哥又发力了，大哥别闹，我服你了。快点往那边的，往那边滑，往那边滑。我现在不滑他的鱼，把你溜的。不是大嘴，往那边滑，快快快，等等，切线了，快！入水了！哎，稳住啊，这条鱼千万不能跑啊！这一个月我只要这一条就够了，真的，后面钓不到鱼都没关系，哪怕我再空28天都没有关系，我这一条就妥妥的来了。哇！快快快，你往那边滑、啊，快滑过去，快滑过去，快快快，大哥！晚上我给你加鸡腿，哎，别闹！先上岸再说，先上岸再说，快快快！晚上我给你加鸡腿。喂，大嘴听话的，大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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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快点，大哥发力了！哇！先不要滑，先不要滑，大嘴，大哥又发力了！哇，大哥你上来！你要叫我滑，要叫我滑，我看。等一下，你先不要滑，他发力了，他发力了，这会儿。快点，我这不好控鱼啊，这上面。看你不帮我加个鸡腿，我真的不会放过你。好的，你放心，今天晚上我请你吃好吃的，好不好？一条鱼都没那么累。哇，这冲劲，这劲刀，这冲劲猛啊！哇，发力了，又开始发第三魔力了。哇哇哇哇！等一下，发力了，发力了，发力了。先不要急，先不要急，快快快快！兄弟们，看一下我们的基地，快到了，来，快给我看一下我们的基地，大家建的怎么样？哈哈，哇，那我先下来，我看到没有？哇，兄弟们，你们看到没有？哇，这太大了，今天又要突破我个人记录了，你帮我拎大虾啊！来来来，快，快快快，拎大线，拎大线，拎大线！哇，快快快，拎大线！哇，快快，哇，不得了！这是我，哇，这条是我的一个破我记录了！哇，今天我来，我来，我，兄弟们，这花眼垂钓挑战记录的第二天。成功收获50斤，哇！这条多少重？兄弟们，你们告诉我这条有多重？我们先把它装起来吧，给它
养起来啊，看看我们一个月这个网能装多少鱼儿。看来昨天的窝没有白打，我们继续去打，今天这一生也试完了，没法钓了，走，我们先打个窝，明天钓。我们继续打点窝，把这个窝养起来，走，今天身上也试完了，就不钓了，留着明天钓。来，这么一大盆，我不信钓不到100斤的，走你。biu， 我这一盆饵料打下去，估计下游的兄弟们都在陪钓。走你。这么一大盆狂草青打下去了，这个青鱼和草鱼不得汪汪来呀、啊！好了，我今天已经饿得不行了，我们先去煮一碗泡面吃着。本来今天是想煮条鱼吃的，但是那个大鸡实在太大了，我有点舍不得吃，我们还是留着给它卖起来吧，就吃个泡面，等明天钓的稍微小一点的，我们再煮。我记得碰你的脸在双手之间，香啊，安静地看你的眼。我已经饿了不行了，赶紧的补充点营养，不然我太瘦了。温柔整个世界，我正走在你的身边。我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当黎明来的时候总会很狼狈。我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当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很狼狈。我来了，走一漂亮窝。这个广东的这个菜市场这么受欢迎的吗？你们太热情了啊！不要抢，不要抢！大家好，我是微微，今天是我花10万包下这个水库的第三天了，我们牙已经刷好了，要现在赶紧去换衣服，吃早餐上钓位吧。换衣服吃饭啦。我突然发现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哇，这么大的豪宅里它没有电，你看很多食材已经坏掉了，根本没办法吃了，除了能吃泡面就是吃鱼。我们来之前准备了10万块钱，已经花掉了7万块，接下来的日子我们一定要勒紧裤腰带省着点花了啊！今天我们首要的任务就是多钓一点鱼，拿到集市上去卖，换点物资，换点肉吃。昨天钓了一条50斤的，我们今天继续去找，看还有没有昨天的好运，找边钓边吃，走。既然是荒野垂钓，我们生活必须来点仪式感。走起。看每次凤霞和浪湖畔，看每次正打不怕了。不上钓位了。今天啊，我们还是因为昨天我们打了一盆这么大的颗粒下去，今天我们继续用这个9米的猛攻极光，线组还是跟昨天一样，20+18。既然昨天用的是颗粒打窝，我们今天肯定是用颗粒做钓，然后我们今天就用这个南北的草青颗粒就可以了。哎，来，看我们今天能不能守到大的啊，敬请期待吧，哈哈，来走你。来了，走一漂亮窝，哇！等一下，等一下，哇！啊，差一点没溜起来，哇！稳住，你还不想跟我去菜市场吗？这里面的鱼是不是得到了？是不是提前被人告知了？今天我要拿去卖。哎，大嘴，你的杆冲一下！哎呦，你什么情况？你不知道我们物资紧缺吗？你还拿你杆子来捣乱？我只是个草鱼吗？我草鱼出来了！哇，这个待会菜市场见了，小宝贝，上来，来来来，阿姨，喂，这么给面子吧？好了，大哥，熄火啊，消火，待会给你买点王老吉喝。来，第一尾这么快就上来了，这条去菜市场卖的话，如果不是大妈大姨他们买，如果是年轻人买的话，可能值一个20块钱，应该够了吧？来，我们先下货啊，待会要带走的，待会我们菜市场见喽，走你！天哪，这么热的天！
我真的好想下去游泳啊！为什么你们男的就可以脱衣服游泳，我们女孩子就不行？太不公平了！啊，我刚刚忘了，今天我们既然不挂失手绳，为了安全起见，这个救生衣还是要带上的。虽然说丑是丑了点，但是安全呀！哈，继续。嘿，再电了，你吃呀！我的个妈呀，终于打中了一条！杀！啊！大嘴，大嘴！哇！见哈大姐了，你看。不行，我不服气，我这个倔脾气真的告诉我不能输，我再试几个。有动作了，嘿，有动作，来来，哎，终于哇来了，漂亮，我终于跳上一条了，我一个下午就钓两条鱼，哇，这是罗非吗？这是罗非吗？简直是大炮打蚊子。来了啊，罗非。广东这边罗非行情价是多少钱一斤？有没有人知道？知道的告诉我一下，别待会我卖亏了。这个冬天可以哦，下货。哇等一下，等一下，哇这个钩子打到我肉了。有人。再继续，我今天。我今天不钓到，算了，不说了。待会儿狠话说下去了，钓不到又打脸了。来，继续。今天卖了的鱼，我打算买一只鸡给我自己补一补。我这几天搬家，然后搬运，又搭建房子，然后又钓巨物，实在是把我这小体格已经消耗的，营养快没了。我们今天必须买，把鱼钓多一点，然后拿去卖一个好价格，然后我们去换一只鸡过来补一补。来来来来来来，哎，终于我来了，漂亮！杆太长了，这几个，可以。哎，来来来，上来了！什么鱼？这什么鱼？什么鱼？应该是小鱼啊，不大不大。我们看一下。我，怎么又是罗非？可以换一只鸡了。我们今天主要就换一只鸡吃就好了。来，来日方长嘛。这，哇，这个水库钓罗非这冲劲不是一般的吗？来了，可以了，来上来吧，小宝贝。哇，这条罗非比上一条要大一点，这一条一家五口人都可以吃得了了。看，这条大，它吃在我的壳里不舍得松嘴。谁让你这么贪吃？你贪吃就是把你卖了。看，这条个体还可以啊，是吧？哈，走，我们赶紧去菜市场，走。哎。这么多已经够卖了吧？这能换回几条鸡啊？今天晚上估计有肉吃了。今天肯定有肉吃呀！哇，这水库的皮鱼的皮毛就是可以哦。这种货色一到菜市场，不得被那些大妈大爷抢着要啊！被他掏了，你怎么回事嘛？他自己跳出来了，被他掏了。那快点快点，来，我们抓紧时间吧，走。你坐上面。来，走。走了，卖鱼去了，卖鱼去了。今天看看能卖几换几条鸡回来。走，兄弟们，我们已经到了集市了啊，镇上了。我们现在挑一个地方，看这一看就是菜市场，我们先挑一个好一点的位置，就这个角落吧。我觉得这个角落挺好的。啊？这不行吗？老板娘，你吃。老板娘，你吃鱼。阿姨，你买鱼吗？多少钱一斤呢？多少钱一斤？五块啊。啊？五块好不好？卖不卖？我有钱。小心哦，大爷，你小心哦。大爷，你能给我点袋子吗？大爷，我给你四块一斤。啊，你给我点袋子行吗？好，拿去。等一下，我
我还没有开始卖。阿姨，大爷，不是，我还没有开始卖，那个阿姨怎么就拿走了？你们这边卖罗非多少一斤？罗非啊，啊，这个都是6块5块了，懂吗？现在便宜了。那你不要抢我的鱼，我还没有说好价格。大便宜了。不是，你们平时买多少一斤？3块，是吧？这个广东的这个菜市场这么受欢迎的吗？你们太热情了啊！不要抢，不要抢！啊，不要抢，不要抢！一个一个来，一个，这是我钓的草鱼。你平时在菜市场卖多少一斤啊？仔细看的呀，4块，13块钱，13块钱。哦，好，那大哥你也10块，十块，他这个10块，我跟你交锋。哦，谢谢大爷，哦，这个大爷好热情，12块，那个多少呀，大爷？十一块，大爷，你下次想吃鱼跟我说啊，我可会钓鱼了。我每天都会钓。啊，就是我以后可以来吗？那阿姨能不能跟你商量一个事情？就以后我钓了鱼，能不能给你换只鸡啊？我本来今天就是想吃鸡的。我们去买只鸡。那个大爷，你给了我很多袋子，然后又帮我称，那我给你3块钱，辛苦费吧。嗯，收下，没事，应该的，谢谢你啊，大爷。啊，谢谢。我看一下，我今天收了多少钱，我都没有反应过来。10块，20，83块钱，他们太热情了。走，我们去买，这里刚好是卖鸡卖鸭。那我以后可以拿鱼给你直接换鸡吗？啊，可以吗？可以啊，谢谢老板娘。啊，谢谢你啦，美女。太开心了，是的，哇，收获了一条鸡，我还赚了多少钱，兄弟们？今天来到菜市场，还赚了26块钱，揣口袋里。我们明天继续钓，继续卖，这生意太好了。发现了一个商机，那就是卖鱼。走，今天要求不高，只要来一个1条100斤的就够了。哈，我们就躺着睡觉。哎，来了，终于漂亮，我。大家好，我是微微，今天是我花10万包下这个水库的第4天了。看这个水，你吃完，咕咕咕咕咕。Hello， 早上好，小宝贝，吃早餐啦？啊？怎么啦？心情不好吗？放心，我不会吃你的。你说什么？想家啦？那个鸡圈有什么好呀、啊？这我这不好吗？三分手修的，别想家，有我陪你呢。来吃，你吃呀，我自己早餐都没吃，都给你吃了。看一下鱼怎么样了，哇，香啊，又是吃鱼的一天。好，我们要给它小火翻个身吧。哇，开吃，兄弟们，吃好赶紧上吊位。嗯，又是饱饱的一天，今天有力气钓鱼了。不是我不洗锅，是我这个要留着晚上吃的。好，别拍了，换衣服了。当当当，又是美好的一天，衣服换好了。昨天我们钓的鱼啊都比较小，所以我们今天要干大活。去菜市场才卖了86块钱，这样下去这一个月我们不得亏得血本无归呀、啊！今天我们直接搞大活，用一根9米的猛攻战将，走嘞，上钓位，揭开饵。2包草青王，大小通杀，就钓他的青鱼和草鱼。好，
还是用我姥姥的洗脚盆啊，哈！我姥姥的洗脚盆怎么也想不到，原来它的用处这么大。哎呦我的妈！让它静静的在这里反思一会儿，哈哈！要想生活过得去，每天必须来点绿，仪式感走起。辣妹钓不到大鱼，已经疯了。美滋辣，辣美滋辣，辣美滋辣美，不怕辣上吊未了。今天20+18的线组15号钩子打行程，9米的战将无畏走，大鞭走起 ，biu， 哇 ，biu 的斧真的是越来越喜欢自己了，沉浸在自己喜欢自己的状态啊。今天要求不高，只要来一个1条100斤的就够了哈、啊，我们就躺着睡觉。哎，来了，终于漂亮，我，哎妈呀妈呀，我天哪，什么鱼？什么情况？不小不小，应该是个草鱼，我今天硬扛，我管你啥叫随意，我硬扛。来，我们往下带，往下带，往下带。来来来，过来，快快快，我去，他想干嘛？哎，哇，这条，我这条不带，不小。等一下，来来来，下来下来，再不下来，来，我的感觉不是草鱼，应该是青鱼。来，我天哪，这么运气这么好的吗？哎，来，我带上来，是大青吗？哇，小青，哇，快帮我拎大线，这惊喜来的太突然了，来，哇，这惊喜来的太突然了，挑战花野垂钓的第4天，收获一尾30多斤的青宝宝，这太开心了，好开心，好开心，来，我们赶紧下网，这个运气太好了吧，下来就直接弄个30+的，这窝里肯定还有鱼，我们继续守啊，那个小的肯定是只是来探个路的，这太小了，弟弟，来，还没有给我弄下水，都是弟弟，来，继续啊，嘿嘿。biu， 漂亮，这个救生衣穿着很影响遛鱼，白穿了啊！你就一边待着。哎，我数1、2、3，肯定会吃。来，1、2、2.5，哈哈，这么不给面子的吗？哎，来了，哎，吃。1、2、3，哎，走鱼漂亮，我来了，又一尾什么小鱼，哇，直接给它钓飞起来了，我的个妈呀，你这不是自投罗网吗？你知道我多大的线组，多长的杆吗？像这么小的一个小家伙，来，哎哇！你们看到刚刚飞起来的那个状态吗？来，给你也下货啊，还是要给你留着的。哎，来一条是一条啊，好小一尾，给它打起飞，走，下去，走你 ，biu， 屏息凝神，坐等大鱼上钩，看这杆会不会是大青大草。来，兄弟，浮漂已经下去了啊！来看，现在没在动，现在是这样不动。哎，开始，哎，上来了，来，打走鱼，哇，漂亮，哇，可以来了，小宝贝，上来吧，哎，给你飞起来，哈哈，哇，这太过瘾了，这水深10多米深啊，又这么长的杆，又这么大的线组，钓这么小的鱼的那手感完全不一样，非常的爽，来，今晚又要吃裸灰鱼了吗？来，漂亮，我，哎呀，我的妈呀，直接给他拍到沙滩上了，哎，
钓鱼的吗？太不讲武德了，直接给他弄到沙滩上了。来，漂亮，看啊，又一尾裸灰鱼。今天总的来说运气还算不错的，给我上了一条30加的大旗，还两条裸灰鱼。来，我们继续啊，看还有没有能守住更大的。Biu， 漂亮。哎，这个流氓哨吹的好不好？哎，你听到我吹哨子没？快上来哟，里面的大宝贝。哎，看到没有？浮漂下去了。哎，咚咚咚，现在是4目。哎，2目。哎，4目。哎哎，5、6、7、8目了。现在来，我给他打。哎，应该是接住。哎，又下去了。你再给我来个有力的顿口，我保证拿你，你行不行？我忍你很久了，有本事你给我来个有力的顿口。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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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打他，接住了，可能来了，我说吧，接住了，哇，这个葫芦都出来了，漂亮，上来，哎，好，是不是没见过我钓鱼这么猛的？哈哈，上来上来啊，直接给他飞到沙滩上，怎么又是裸灰鱼啊？怎么又来一条裸灰鱼啊？这个裸灰鱼的个体还可以啊。哦，对了，钓了一个下午的鱼，我家小宝贝都没喝水，肯定渴到了，这么热的天。走，小宝贝，我来了哟，来，渴到了吧？不好意思，光顾着钓鱼都没管你，来喝点水。没关系没关系，慢慢就习惯了啊。那我带你去散散步，然后顺便熟悉一下我们这边的环境，好不好？接下来一个月就你陪我了哟。走，走，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哎，你不想散步吗？不想散步吗？那行吧，那就给你2天时间适应一下，好不好？哦，对了对了，我还没有给它取名字。我叫微微的话，那你该叫什么呢？要不你们帮我想一下吧。他该叫什么比较好？啊！大家好，我是微微，今天是我花10万包下水库挑战花野垂钓百斤巨物的第5天了。一大早就收到了一个不好的通知，老板跟我说集镇上出现了2例口罩的原因，所以我们不能去集镇上去卖鱼了，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多钓点鱼，去山下找当地的村民家里，看能不能换点吃的和喝的。好几天没洗衣服了，我们先把衣服洗一下。In den Wind gespuckt. Und seit 哇，你们看这里好多虾呀！刚洗衣服的时候都没看到，这山沟沟里怎么会有虾呢？你们看看看，我抓一个给你们看啊！这怎么会有虾呢？看，哇，这小虾米它可以吃吗？吃吃吃，你就知道吃。做一盘小虾米，好，等它长大点再说吧。我们还是赶紧去钓鱼吧，走了。从前出现这世界，我们留恋看着天边死在眼前，也甘愿赴汤蹈火去走它一遍。咕咕咕咕咕咕，哎，小宝贝，什么情况？你昨天的饭没有吃吗？他不吃米，他吃什么的？不是你吃什么，你可以跟我说你吃什么。哦，我知道了，你想吃鱼是不是？你才想吃，那我就给你钓点鱼吧，好不好？我能说不好吗？没钓到可别吃哦。那我给你钓点鱼吧，你等我呀。爸爸，仪式感走起。你是凤儿，我是啥？哎呦我的妈，今天敲不好，你先看啊，先看。还是用我姥姥的洗脚盆啊，1:0.3的水快速搅拌。哎，给你做饭了鱼。每天自己吃不好，天天给鸡给鱼吃的挺好的。来，快速搅拌，走你。OK， 完成，今天就靠你了，我能不能钓大鱼就全靠你啦。
今天我们继续钓大鱼哦，选用一个九米的蘸酱无味20+18的现煮单钩做钓，哈哈哈！赶紧抽了一盆饵。今天不是他上来，还是我下去啊 ！biu， 漂亮！反正我已经很激动了。一般我第一杆下去绝对是上大鱼的，已经两天是这个情况了。来了，完了！哇，大鱼！天哪，直接切了！我去。20+18的限制，我一个回合都没整上，直接切秒切。哎，我的个妈呀，这不行不行，这一下去的第一杆直接给我上一个80斤以上的，这个手感绝对80斤以上，因为我们上次钓那个50多加的，可能那条还不止50多加，都没有。来了，终于，我还没说完就来了，来吧，我硬扛，给你打飞。什么是叫大炮打蚊子？来，我这是不是大炮打蚊子？我以为是小鱼。来，我这话音还未落，直接上鱼。哎呀，给你飞，不是大禽，通通飞。走，我来。什么？可以，哇，一条草鱼，漂亮吧？哎，下货哦，我们直接放网兜里吧，这个到时候可以卖个好的价钱。我看最近很多评论区的兄弟们都说我这一个月掉下去会成野人，我什么叫野人我都不知道。来，我们继续，我只知道什么叫大青。这草鱼在我看来已经是弟弟中的弟弟了啊，我们的目标鱼不是他啊，走你。biu 下去吧，上次抛满杆吃了大亏了，所以我们拉回来一点点，不然遇到100斤的又切。来，赵云，我漂亮，给你勾起来，什么鬼？啊，又来，漂亮，你看，哇、哦！跟我说话。三米六死你，四米五死你，五米四还死你，我九米还死你，还把我弄下水，弄死你，气死我了！不吃你吃谁？哼！来了！啊，终于漂亮！哎，我这条可以，我，我这条可以不得了，大的，我，妈呀！我这就是大的不得了，我来上来硬挺，我硬扛，我大的不得了，我来砸的，控住了，控住了，我们就下来，我去。哇！啊，天哪！来，出水面了，我这冲劲有点猛，还想跑？来，这条不是很大，太小了，这么小！挑战荒野垂钓《百斤巨物》的第五天，这条值多少钱？看一下，太小了，走，先给它下去，啊。太不容易了，走、啊！现在我这个护里已经装满了鱼，还有多少天？还有25天，看还能装多少鱼。好了，我们今天就不钓了啊，身上已经试完了。我们先捞一条鱼去换点菜吃，然后洗个澡，做饭，吃好睡觉了。我们捞一条草鱼吧。你们说我这一个月下来，晚上睡觉的时候，晚上会不会有人来偷我的鱼哟？我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都因为这个失眠，生怕人家把我的鱼偷走了。喂，刚刚这个罗非看到没有？哇！哎，刚跑了什么鱼？哎，不行，这个网不能放太高，待会全跑完了。好，今天就拿你了，走，我们去换菜吃了。啊！那我能跟拿这个鱼跟你换点菜不？大家好，我是薇薇。
今天是我荒野垂钓的第六天了，昨天因为人打窝，所以早早就收工了，也没有去找当地的村民换物资。晚上我们补了个大窝下去，我们现在赶紧去看看有没有发窝。走了走了走了。Hello， 早上好呀。我一点也不好。打个招呼。就要想生活过得去，仪式感必须走起。辣妹子不怕辣。走了，开钓了，开钓了。今天我们还是用这个重型大家伙啊，九米的猛攻战将无畏。阿廖继续用这个青鱼和草鱼都爱吃的炒青丸，我们先吹土耳下去。化成了猩红也会掉，少年的心。今天不是我上来就是他下去。哪里？这里的蚂蚁太多了，我昨天被这里的蚂蚁咬得一个晚上没睡觉，我就把你们给我的评论区留言全部翻看了一遍，大多数都是对我的关心。在这里微微先谢谢大家对我的关心了。也有很多钓友跟我说想要我手上的同款钓竿和这个钓箱，刚好赶上拼多多七年大庆，大家可以直接领取288元的无门槛优惠券，而且还不限新老客户，用完券以后只需要20几块钱，我感觉这个挺划算的。我已经申请了1000个优先领名额，评论区自顶了，大家赶紧去领吧，相当于不花钱白拿一整套的钓鱼装备呢。有羊毛好炸，为啥不好呢？你们说呢？哈，我先钓鱼了，今天不钓到大的，我们就不吃饭。月儿它总是开呀，花儿笑，别又开始等到风来了，风也吹不到我的杨柳腰，在这头我被子挖我，我来了，我去直接脱干了，我去，我还没反应过来。喂，妈耶妈耶，哎，大的大的，哇，这肯定是大的，我得捡。哎呀哎呀，喂兄弟，你给我一个反应的机会好不好？哎，天哪，哎，大的大的，我捡来了。哦，我顶头了，我的腿都顶头我了。喂，我来了，这么爽的吗？天哪！哇，这什么鱼来稳住了，我们往下走。买吧，小宝贝，上来，快来！我这10万块钱就靠你了，我出水面了，看，我来了，来了，我来了，来了！哇，这个钓的过瘾啊！嘿嘿嘿，还好没跑掉。哎呀，哈哈，裤子湿了。你这怎么这样呢？你哪里知道他还来第二次发力，知道？可讨厌了，鞋都被他弄湿完了。啊，上来了，上来了，来。啊，个子不大，脾气挺大的。来来来，我。嗯，来来来，我来来来上来了，哇，这是我挑战荒野垂钓百斤巨物的第六天，哥又一文，我们赶紧给他下去啊，来下货下货，来，漂亮，哈哈，又来了又来了一文。这个货快装不下了都，哎，这大秦太不给面子了，这每天就不能让我优雅的钓一次鱼，还没一合伙就让我天天成这个样子，哈哈！来，我们继续啊，这鱼情不得了，今天肯定是青鱼都进了窝，有点小啊，才30多斤，但我相信下面肯定还有更大的在等着我啊。虽然说我这太狼狈了，但没关系，哎，来继续，走你。biu 下去吧，漂亮 ，beautiful。来，我们屏息凝神，坐等大鱼上钩。没有人能跟我说话。喂，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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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终于漂亮，哇，不大不大，哎，小鱼，哎呀，怎么又是这个讨人厌的家伙？可讨厌了，最讨厌就钓这个了。3米6也是他，4米5也是他，5米4也是他。连我这9米的都是他，怎么哪都是你？
太贪吃了，有什么办法能把它避免掉？我真的好讨厌刁太。走走走走走走，家伙，飞！等你。此时此刻，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嘿，唱啥歌嘞？这孩子是不是疯了？这边唱来那边喝，不掉了不掉了，今天我们就不掉了，天色也不早了，我们去当地村民去看看能不能拿鱼去换点菜吃。我已经好几天没有吃蔬菜了，走，兄弟们，我们今天就捞一条草鱼啊，去山下的村民看一下能不能换点菜吃，走。也不知道我这条草鱼能换多少菜吃。大王叫我，哎呦妈呀，难寻难得。这里有一户人家，我们要不这里先问一下吧。别凶，哎，别、哎，不是我不会伤害你们的。你好，你好，请问有人吗？嗯。那个大哥，这是您家吧？吃饭了吗？没有，有人没有、你喜欢吃鱼不？你看，我能跟拿这个鱼给你换点菜不？你没有菜是吧？有，那边有一点菜，我自己种的。菜眼里都放光了。那我能拿这个鱼换您点那个菜吗？可以可以可以啊，那这个送给您了。好好好啊，谢谢啊，谢谢。那我去摘点菜啦。你这狗不会咬人吧？不会啊，那狗好凶啊。那大哥，我先去摘菜了啊，谢谢啊。我刚刚看到大哥那边还有很多鸡，看下去我们能不能拿个大青去给他换两条鸡。有人，今天先吃青菜吧。白菜，看一下，我们看一下还有什么别的菜。那个是什么菜？这也像白菜。Hab die ganze Welt gesehen, von Singapur bis Aberdeen. Wenn du mich fragst, wo es am schönsten war, sag ich.Sansibar. Es war eine harte Überfahrt. 10 Wochen nur das Deck geschrubbt. Hab die Welt verflucht, in den Wind gespuckt und salziges Wasser geschluckt. Ja. 好了，熟了，今晚就吃青菜了。Als wir den Anker warfen, war es himmlische Ruhe. 嗯，这生活简简单单又一餐。好了，兄弟们，我们下期见了。不、哦，我哎，脱票了，我来了。你像不像女孩子？就知道钓鱼，钓鱼，钓鱼啊！你再这样子，你给我滚出去！大家好，我是微微。今天是我荒野垂钓挑战百斤巨物的第7天了啊！这几天钓下来的情况它不大乐观，虽然说大青是钓上来了，但都比较小，它不值钱呀。但赶紧帮我想想办法，支支招吧！这样下去，我这裤子都快没掉了，这可怎么办呀？这水都没得喝了，走，我们先去打点水。Sag ich, Sansibar.我真的好孤单。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很狼狈。我彻夜在买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掉眼泪。这孤单的滋味。咕咕咕咕咕，小薇，早上好呀，吃饭喽。啊。乖，好吃，快点吃哦，我去钓鱼了。兄弟们，钓鱼了，今天继续锁大青啊，上钓位了，走，继续开两包草鸡丸。好了，把弓抓成，班长。
生活再苦再难，我们这个仪式感还是不能少啊！来，开始，腊梅子腊，腊梅子腊，腊梅子腊梅子不怕辣，上吊位了，走。我们还是一样的老规矩啊，重型家伙，九米的猛攻战将无畏，二十加十八的线，十五号的钩子，继续戳一戳这个炒青王。今天我跟你们玩一个狠的，兄弟们，我如果今天钓不到四十加以上的，我今天晚上不吃饭了。说到做到，如果你们看到我吃饭，你们就叫我叫狗子威。来，走你。还是老规矩啊，守巨物，今天不是他下来就是我上去，走你。biu， 哇，看到没有，这没谁了，哎呀，我越来越喜欢自己了。哎哎，我来了，我接口，天哪，我，哎哎哎，不大不大不大，哇，太阳一靠近，应该是个草鱼，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哈哈，哎哎。我来，硬扛，跟我比力气，你不知道啊，我今天钓不到一个四十加的，我都跟他们说了不吃晚饭的，一个是个青鱼啊，刚刚摆了一下头，哇，今天不弄到四十加的，我不会吃饭的，说到做到，来，我出水面了，我来来来，什么？哇，小青一尾，哈哈，看。哎，上来了！哦，大哥，哦哦哦哦，什么情况？给你按一下摩，好，舒服了吧？舒服了就上来啊！来，这一位小青啊，哇，这条有点像小黑碗，看，修长修长的，跟我身材一样苗条。啊，来，我们赶紧下货，这好运不就来了吗？哈，这200块不就来了吗？继续啊！肯定还有更大的等着我们，走你，漂亮。最近有件事情着实把我愁到了。什么事情？这100万该怎么花呢？我都不知道怎么花。哎呦我的妈！打他！哦，嘿，来，乐怡，漂亮。无情。什么叫大炮打蚊子？就是这样的，哈哈。哎，太小了啊！走，不要，叫你爷爷奶奶、姥姥、外公外婆来。哎，有动作了，来，走运漂亮。咦，什么运？哇，飞呀！哈哈哈哈！哎，这天天上来这螺灰怎么办？真的，我一点都不想钓这个螺灰了。哇，但是这个螺灰个体还可以啊。算了，看你长得这么大的份上，我就不嫌弃你了。啊，能不能不钓你啊？再钓你我都想哭了。来看，呦呦呦，赶紧下货。如果再钓它，我跳下去游泳下去。哇，我哎，脱漂亮，我来了，哇哇哇！哎呀妈呀，稳住！一看，我去，不是你上来就是我下去，我今天怎么都不放过你！你这关系到我这10万块钱，我今天，哇！我天哪，这脱漂亮，这个来的太猝不及防了！来，先把它第一波力卸住，啊，往这边带，往这边带，来，哎，我上来什么鱼？什么鱼？哇，哇不得了！来看，又一尾啊，跟我长得一样苗条的小青宝宝，哈哈，来又来了200元，哈，漂亮！来，我们下货啊，走，嘿，一二三，走你，哈哈哈！哎，漂亮，我们继续啊。这不得了，有没有看到？哈，骄傲了，我要起灰了。哈哈，哎，虽然说他只上了2尾小的，我还是不能今天晚上吃饭。但是我相信，绝对会有40加以上的在等着我。不信，我们等着。走你 ，biu， 我，
跑歪了。没事，方圆十公里都是我的窝。我从没想过这钓鱼的一天过得太快了，我这还没过瘾呢，一天就快天黑了。按这个舆情下去啊，你信不信我回到家之后，我妈妈她肯定是拿扫帚扫把赶我出门，她肯定是这样的。我跟你们学一下啊。哎，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哎，你怎么就这么败家？哎，你看看别人家的姑娘，哎，一天天搞得干干净净的，你像不像女孩子？就知道钓鱼，钓鱼，钓鱼！哎，你再这样子，你给我滚出去！哎，我妈妈她绝对是这样子的。哎呀，不说了，我先喝点水，吃点东西，饿死了，走。哎，一天鱼钓下来，饿得不行了。兄弟们，时间不早了，我们先把晚饭做掉。这钓鱼可是体力活，一顿不吃饿的话。好，我跟我的水喝了。走。如果说月亮是可以空的瞳孔，那么我做你的烟火。我盖门上。我想环游整片星空，找到你的星球。太香了。摘下还你的笑容。穿过了银河的尽头，带着我的温柔。我没在那儿，我吃粥啊。在你的粥啊。小薇，早上好呀，吃早餐啦，乖哟，是不是想男朋友啦？我今天多钓点鱼，给你去换一条公鸡过来陪陪你，好吧？大家好，我是薇薇，今天是我荒野垂钓挑战百斤巨物的第八天了哟。前两天我们在这边洗澡的时候，发现我的游泳池里面有很多小虾米，今天我们去捉点虾吃吃，补补钙，走了。哇，你看，哇，一网下去捞这么多，你看还捞了一个大的，我的个天哪！你看，这么多够我尝尝鲜了，走，就这么多吧，等它长大一点再来抓。从前初识这世界，万般流连，看着天边似的眼前，也甘愿赴汤蹈火去走太远。开始了。如今走过这世界，万般流连。啊，太好笑，又是饱饱的一天。衣服换好了，钓鱼了，仪式感走起。Oh my god, no stop！ 看，看，这个还没有学到精髓啊！我们先看，今天继续钓他的大青大草，两包草青蛙。既能又又能钓，如果说白云总是缠绕着天空，那么我做你的彩虹。我估计我姥姥应该为我骄傲，我把她的洗脚盆发挥到极致了。哈，来，我们搓一搓耳上钓位了。今天依旧是钓它里面的大青大草，宝贝，不是我每天都钓这个鱼啊，是因为这个鱼它值钱。哈，线组依旧，我们还是20拖18 15号的钩子，9米的猛攻战将无畏，走，不是他上来就是我下去，走你 biu， 走你，漂亮，这个甩的完不完美，你们赶紧鼓掌一下。哎，我去，脱杆了。有多大？我兄弟们，我一定要跟你们解释一下，因为他是偷袭来的，你知道吧？我没反应过来，所以说这个没骑好。来，我们稳住了，下来溜。哎，漂亮！啊，这运气太好了。哎，第一杆就来一个大家伙，哈哈！哎，来了来了，哇，上来看什么？
什么鱼？哇，这什么鱼？太给面子了！来来来，出水面了没？我来给他带上来。哇，出水面了！哎，原来是你，漂亮！来，大仙拉一下，这第一位啊，这么快就上来了啊！看来今天要奖励自己一个大鸡腿，你看漂亮吧？来，赶紧下网下网。你们老说我钓一个十几斤的就这样，不是，真不是。他有时候来的太突然了，知道吧？没做好准备，还在说话的时候他就来了，看到没有？这200元又来了，哈哈，太开心了！来，我继续 ，biu， 漂亮，哈哈，来哈，继续。看还会不会有接口啊？来，赵玉，漂亮，哇，飞，哇，哇，嘿嘿嘿，哎，飞的帅不帅？还说我帅不过三秒，今天不就帅过三秒了？嘿，昨天一评论区有个兄弟说我每次钓裸婚鱼的时候帅不过三秒，这不是帅过三秒了？来看，你看裸婚鱼还挺大的啊，有一尾，来赶紧给他下货，要这玩意不行，这玩意不值钱呀，走，来，来来来，下货，表演失败，不好意思，继续，哎，来了，我去。喂，直接脱稿了！我天哪，又是个接口！喂，妈呀，稳住！我天哪，咦，我家，我阴天，哎呦我的肉啊！天哪，这个杆子顶到我的肉好痛啊！我的个妈呀，给你阴天！来来来，来，哇！漂亮！哎呀哎呀，我以为我今天没希望了，哪里知道快天黑了！我来！我大的，这条是大的，兄弟们！来，这条是大的，天哪！我的妈呀，除了肉都顶透了大腿的肉！我卖，哇，什么鬼？什么鱼？肯定是金鱼！来，好好好，哇，摆头，他刚摆了好几次的，哇，这威猛小姐姐不是白叫的，你到了我手里，你还想跑？那是不可能的，除非我打不中你，我一旦打中你，必须给我上来！哎，我，没力了。上来上来，哎，好漂亮，来控住了，我们往下走。是啊，来来来，哎呀，来出水面了，来来，哇，来哇，这条还可以啊，哇哇，这条这么苗条的吗？完了，啊，他打我的，哦，打我，看挑战荒野垂钓的第八天。有一尾，500块钱又到手了。这条到底值多少钱？来，我们给它下网。哎，要脱一下鞋，脱一下鞋，兄弟们，我顺便带你们去看一下我这几天的收获，看一下啊！哈，哎，顺便带你们看一下我的鱼。哇，看下去，漂亮！来，兄弟们看一下啊！来，给你们看一下啊！看，顺便检查一下我的鱼有没有被人偷。万一我的鱼被人偷了，我还不知道什么情况。今天我们顺便检查一下啊！来看一下。哦，对了，我们第二天钓的那个50加的，放在老板那里养了，因为那个大的如果嗝屁了就太可惜了。那这是我这8天钓的鱼货，看，哇，还没盘好，没人偷。哇，看一下。哇哈！哇，我的大气宝贝，哎，来，快看看看，我给你们亮相下午，好了好了，下去，今天天色也不早了，我就掉到这里了，身上也弄湿了，我先洗个澡。你们不要偷我的鱼啊，你们偷我的鱼我看着的，走。阿珍爱上了阿强，
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不然就没地方洗澡了。兄弟们，我们下期见了。飞机从头顶飞过，我肯定亏了，你知道吧？我加电摩刀吗？大家好，我是薇薇，今天是我花野垂钓的第九天了啊！一大早就听到一个好消息，天眼大舞台邓老师他们就在那边举办，我们翻过一座山就能找到他了，我们赶紧去找他合个影，顺便抱着我的小薇送给邓老师一点心意，走嘞！马上就到了，马上到了啊！待会儿见到邓老师不要激动啊，不要紧张。我有点紧张。紧张什么了？你不是送给邓老师吗？我有点紧张，怎么办？邓老师很好说话的，你送给他吃就好了吗？原来你叫我不要紧张是这个意思。算了，我们还是去钓鱼吧。昨天联系了一个收鱼的人的，过来收鱼，今天看能把这个鱼卖多少钱。先去钓鱼吧，不打扰邓老师工作了。我看他挺忙的。感谢邓老师这么忙，祝你一直这么忙。仪式感走起。等，我们先开饵吧。来，还是钓他的青鱼和草鱼啊，一包炒青蛙。这几天我发现了一个很神奇的问题，就是我第一杆它100%中大鱼，你们信不信？反正我是信的，不信你们待会等着看。今天我们依旧是钓大鱼啊，9米的猛攻，战将无畏，20拖18的线，单钩坐钓炒青王，来，走你。今天还是一样，不是他下来就是我上去，不是他下来就是我上去。你钓傻了吧？走你！我就不信了，我这一杆我一定要好好的看着，因为这几天下来还是一样的，他每次都是第一杆直接给我拖跑，所以我们第一杆就要开始做好紧张的准备，做好中大鱼的准备。兄弟们，睁开你们的大眼看看，跟我一起啊，钓大鱼！哎，来了，终于漂亮，嘿嘿，咦，什么飞？哎，哇，什么鱼？哈，哇，我以为是罗非，哇，我刚刚直接给它飞起来了，哇，看一下，哇，小草鱼。我说吧，第一杆下去都是大鱼，虽然说有点小啊，但是也算大鱼的品种呗。走你，关系到我能不能翻本的问题，所以我就不把你放了。本来这么小的，肯定要给他放了的。我们下货啊，走。哎，来来来，哎，那个收鱼的来了，兄弟们看一下，我们这几天钓的鱼都在这了啊。那个收鱼的过来看能卖多少钱。走了走了，早上联系的，现在才来。嗨，哎，你怎么骑个摩托车来的？哇，这摩托车有年代感啊！有年代的哦。你看一下，我鱼都在那里了。兄弟们看一下哦，我这么多天钓下来的，9天了，看一下这能卖多少钱。哎，哇，我你看我那条大的我都不想卖给你，我那条大的卖给你100块钱一条，我肯定亏了，你知道吧？我加电摩托吗？算你3000块吧。好不好耶？3000块。我这一条的狮子，你看我这条多大？就是大条嘞，现在还小的嘞，我一起算给你啦。不行，3000块钱太少了，你要么加一点。加不了了。那，3500。3500嘛，你看我3500对不对？我还这么多，等于这些小鱼我都没给你算进去。我这么多大青加在一起才值3000多块钱吧？我这一条都不值了，看到没有？我这一条30加以上，这条40斤拿底。也让一步吧，32发，大家一起发吧。3200。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卖亏。我要不是怕人家偷我的鱼，我要不是怕这个网天天鱼跑掉了，我才不会这么低的卖给你。算，3200，合计算的。哎，3200了，我兄弟们，我总觉得3200，想了一想，还是卖亏了。但我又联系不到好的那个收鱼的。说这话，当我不存在呢？算了，今天就让你挣一次便宜。没关系，我还有20多天，我可以继续钓。如果你再还以这么低的行情价卖给我的话，我下次就不联系你了。呀，老板，这挺好的。能借我开2天不？
我少收你200块钱行不行？想得美。啊，我就不送你了。啊，下次还有鱼我再联系你啊。我看你是想联系我的摩托车。啊，好的。走，我们先去钓鱼。哎呀，我要不是怕别人偷我的鱼，我不会这么便宜的给他卖掉的。这几天我发现了这个鱼养在这里它容易缺氧，很多都容易嗝屁，所以我们就老早就联系了这个买鱼的。我总觉得这人卖了3200块钱亏了，你们觉得亏了没有？告诉我哈，我们先钓鱼。biu 下去吧，漂亮。看没有，我这窝子里前面全是青鱼的泡。一二三，啊，终于漂亮，我大的，我这边是大的，我大的大的。我说这条肯定是大的吧，我说吧，我去，我金口啊一开，我天哪，哇，我的个妈，我这条是大的，我没力气的，别拔河了，别拔河了，别拔河了，哦，我也拔河了，我来。哇，这条是大的，不得了！哇，来的，啊，不是他上来就是我下去，跟你硬扛。我的外号啊，不是，现在我的经典台词就是硬扛、硬挺、来来来，哇，可以，哇，这条大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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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的。来第一波力给它卸住了，我们就往下带，上面不好控鱼，来来来，我这边带。哎，我以为我今天没这个好运，哪里还有这个好运？来，哇，青鱼。哈，你不要做挣扎，你越做挣扎越疼，知道吧？来，哇，这条大，千万别跑，喂喂，这关系的，哎呦，我这30斤的都跑了，气死我了！再拉一条，再不今天如果再钓不到30斤的，我要打我自己，罚我今天晚上不吃晚饭，走你 ！biu， 肯定还有，我绝对相信还有。此时应该唱一首应景一点的歌，可是你一定要幸福啊，来来来来来，终于漂亮，我说吧，来了，给你回什么鱼，哇，飞飞，哇，这条罗灰大，哇，又是一条罗灰，罗灰鱼，大不大，来下货啊，走。天哪，这个天气怎么马上就变黑了？我感觉可能要下大雨了。我看天气预报，这几天接下来可能要连续下一个礼拜的雨。我们赶紧去拾点干柴，不然到时候烤鱼它没有干柴湿掉了。走，我们先拿点绳子捆柴用的。走，到时候我就怕这一个礼拜雨下下来哦，我们又没有干柴去烤鱼吃，所以我们就趁这天晴，我们多准备点干柴放在那里烤鱼。走嘞，去山上拾柴嘞。爱上夜的天依旧那么暖，风吹起了从前，从前初识这世间万般留恋，看着天边死的眼前，也甘愿赴汤蹈火去再一遍。从前初识这世间万般留恋，翻过岁月不同侧脸，挑战花园吹掉的第10天，不得了，哈哈，六块你放肆，六块吗？完了完了，兄弟们，这昨天下了一晚上的雨啊，我这房子都要塌了，溢满了水，今天是我花园垂钓的第10天了啊，这要不弄好的话我们晚上没有办法睡了，我先把这个修复一下来。Hab die ganze Welt gesehen von Singapur bis Aberdeen. 你就住在这吧。Wenn du mich fragst, wo es am schönsten war, sag ich, Sansibar. 你先吃啊，我去钓点鱼啊，今天去给你男朋友换过来，好不好？记住，
我说的话，我说到做到，一定要今天给你换一条，你的男朋友过来一起陪你，好不好？今天我们还是多钓点鱼啊，给小薇弄个公鸡回来陪伴一下他，不然他一个人在这里实在是太孤单了。我们今天走去钓鱼。兄弟们，今天跟你们玩个不一样的，今天我们就打行程，打接口，低于十斤的小鱼我都不要了，天天钓小鱼亏得不要不要的。这个虽然说破房子啊，被风被雨吹得稀巴烂，但是我们这个生活的仪式感还是不能少。来，预备，开始。欧巴更那傻我扮江南 star， 走走走，先上钓位了。今天钓的草鱼和青鱼啊，我们就挂这个草青颗粒。线组的话还是20+18，然后钩子还是15号钩子啊，单钩做钓。大行程，9米的猛攻战将无畏，钓的就是它里面的大青大草。走嘞，走你，好漂亮，到位。我们这抛下去了，我们就抓一把颗粒下去打。不能打多，我们就几颗几颗打，一直打来。走你，不能死等，死等等不住的。来，咻，走你，漂亮。喂，接住了，我去。啊比赛拔的有点好看的，来大的大的啊，一扛啊！不，今天还是那句口号，不是他上来接我下去，一扛！哎呦我的妈！哎，我的老命呢，快去掉了半条了！哎呀，又发力了，又发力了！我来来了。你给我上来吧，我们把它立线了，我们就下去溜。这上面溜鱼太痛了，哦，不好溜。我又发力了，我这就打，我这就打，这就不得了。你们猜这条有多大？40斤也没有。我今天可以吃晚饭了。我来。哇，枪出水面了。40斤打底。来，哈哈哈！哇，这一尾钓的太爽了，我上来吧，不得了，不得了，哇，这条大鱼，发财了啊，发财了，发财了，我来，哇，我这条大不得了，发财了，我40斤，天哪，哇，对的，我们把它放上来啊，待会儿又跑了。挑战花园垂钓的第10天，不得了！哈哈，你们看，兄弟们看这条有多大！哈哈，我呢，今天又走了公子音了啊！赶紧给他下蛊，哇，好大！挑战花园垂钓的第10天，兄弟们，这条有多大？嘿嘿，下蛊，走走走！终于干上一条大了，看来这个方法是挺有用的，我们继续争取再干一条大的，不然这样下去的话，我们这一个月下来路费都亏得没了。走 ，biu， 漂亮，看今天能不能干个50斤的啊！如果今天能钓一条50斤的，我决定我要买一只鹅给我自己炖来补补。嘿嘿，折你。哎呦我的个妈呀，我这个运气怎么这么不好？这好不容易钓上来一条大的，肯定还有更大的等着我。这鱼你看，天公不作美啊，这雨越下越大，
我们不钓了，不钓了，这雨越下越大，它肯定不好钓了，身上都淋湿完了。来，我们现在去把前两天钓的小鱼拿去菜市场，赶紧去卖掉，然后给小薇换个男朋友来，顺便给我换一只烧鱼。上次那个搜鱼的那个人把我的网拿去了，到现在都不还我，搞得我大青的没地方装。今天我们就拿这些小鱼去卖啊，大青就留在那里养着，看看这些小鱼它能卖多少钱。哎，兄弟们跟我一起啊。然后还有这条鱼，这条鱼我真不知道行情价是多少，有没有兄弟们知道的可以告诉我一下。这个是我夜钓的时候钓到的啊，嗨，看一下。哎，我们走了，跟我一起去卖鱼。兄弟们，我们到集镇上了，走，我们去卖鱼。还是选老位子，那个位子人气比较旺啊，看我们这一桶今天能卖多少钱。大爷你好，嘿嘿，我又来了。哎，又来了。你好，你好。那个，我今天送你一条鱼，你给我点袋子吧，好不好？好。好吧，我一条可以吗？哎，等一下，我今天我不能卖亏了，我上次卖的亏了。哎，我兄弟，等一下，我上次卖亏了。不是，我不是说你们不给钱，不要钱啊，不要钱。哎，你这让人，不要钱，我们还没。就要开始卖，六块钱一斤，这是我钓的水库钓的鱼的，六块钱一斤，没有钱了，来，喂，你们不要抢，不要抢啊，一个一个拉，大爷，你帮我维持一下秩序，太乱了，来，放下来，放。六块，你放手。六块吗？哦，好，我放手，谢谢。嘿嘿，三块。这个七块，这个很小个的。不是六块，这个吧。哦，帮你称一下。哪个？看多少？这个怎么称啊，大爷？这个多少钱？六块钱一斤。六块。六块几块。这么快就抢完了吗？这里十一块，这里十二块，你看到。看日不怒动，人在把天关掉，他把地铺一阵动。这广东的这个菜市场太受欢迎了，还没一会儿火，我的鱼都抢完了。等一下啊，你给我了袋子。行了，不是，我送了条鱼给我送了。我不是送一条鱼，那是送给你帮忙的嘛。然后这个是袋子费。哎，要的，大爷你拿着。谢谢啊，谢谢，这卖了53块钱，好好犒劳一下自己啊。老板，奶茶。嗯，爽啊，太好喝了，走，我们去买烤鸭。娘，哇，还有烧鸡，哇，还有叉烧肉。今天我们就只吃个烤鸭腿吧，下次等多卖点鱼的时候，我们再来买这些吃的。看着口水都流出来了，哇，想啊，看你们想不想吃？走了，我先尝一口啊。嗯，太好吃了，走了回家。哦，对了，我这钱还没有给小薇买男朋友，可能不够了，还剩32块钱。要不我们今天先管自己吃吧，下次再给小薇买男朋友吧，不够钱了，走回去。我信你个鬼！来，我去！今天天上掉馅饼了，不要钱，免费的。不要钱，不要。大家好啊，我是薇薇，今天是我荒野垂钓挑战百斤巨物的第11天了，我们先把早饭吃了，上钓位，走了。哎呀！我没哭啊。Happy guns have been gazing. 现在把番薯放进去。这个大的要放里面，不然不好熟。我已经等不及了。虽然说这个眼泪水一直被呛的流眼泪。
一时半会他也熟不了，我们先去给小薇薇找饭。咕咕咕，小薇，咕咕咕咕咕，哟，你在这里呀、啊？看到没有，他这两天跟着我已经习惯了，都不需要把他锁起来了，他也不会跑。来，吃早饭了，过来过来过来。啊，我不禁你，给你自由，但是你要吃早饭哦。嗯，乖，你看他越来越听我话了，吃吃吃，对，看到没有，太给我面子了，小薇，我没有白疼你，来再吃。哇，这么快就熟了吗？看一下，开吃了，开吃了，先把它捞出来。哇，熟了熟了，呜、哦，哇，有点烫。脸都微熟了，我，哎呀，烫！我们先吃这几个，剩下的留着晚饭吃吧。这，哎，开吃了。嗯，哇，这个可以了。哇，烫烫烫！看，哈、啊，香吧？哇，看这个番薯糯不糯？我每次吃到这个的时候就想起我姥姥了。你们还记不记得你们有多久没吃过这个了？太好吃了。滚！好了，兄弟们，我们吃饱了，现在上吊位了，走。噔噔噔噔噔噔噔，哈哈，兄弟们，给鱼做饭了，掀开。这个这里的鱼啊，我发现被我喂了这么十多天下来啊，这鱼可能被我都喂大了，知道吗？哈哈，哎，我们继续，今天干大货，两包炒青蛙往里多，往高里头，水比我们还是1:0.3啊，来，快速搅拌，哇，这味道香呀，搅到这样的状态就可以了，我们就捏这一坨坨啊，上吊位了，今天就靠你了。我们还是一样的老装备啊，20拖18的线组，15号钩子，单钩做掉大新层，杆子的话是9米的猛攻战将无畏。来，我们先搓一搓啊，因为今天这个天气不是很好啊，鱼的开口性不会很好，但我们也不能亏啊，是不是？来什么钓什么。今天再跟你们玩一个狠的，兄弟们，如果我今天钓不到44加以上的啊，我今天钓的所有鱼，我拿10条去送给当地的村民。帮你们做慈善，也帮我自己做慈善。来，如果我今天钓不到40加的，我不送鱼，你们以后叫我叫狗子喂，走你 ，biu 下去吧。昨天啊，我们运气不是很好，只钓了1条，都就突然下大雨了。我感觉今天也不会很好钓，为什么？你看这个天气，雾蒙蒙的一片。哎，不管了，反正钓不钓都是亏，我们还不如来一点钓一点，钓一条赚一点，是不是？来，我们继续看啊，要想钓得多。必须天天打窝。等 ，biu 喂饭了，开饭了，开饭了！下面的兄弟，哎，黑漂，滚！哎，我来了，终于漂亮！哎呀，哇，啊、兄弟，我看到没有？哎，我去，我连用，我这条青蛙不能跑，我连用连用，看到没有？哈，这个果然，哎，不给他上课他不听话，我去。这是我来这里半个月哦，第一条鲢鳅，来，我刚刚看到了，出水面了，小鲢鳅，哎，这，来，我们给它飞，这么小的鲢鳅给它飞上来，哇，哎，钓青鱼、钓草鱼，它突然钓到鲢鳅了，看来这么高低温的天气下还能鲢鳅开口，那我们明天得抽一期鲢鳅了，兄弟们，来，虽然说鲢鳅小是小了一点啊、哦，但我刚刚看那条不大。但是肯定也有大的，走，既然有小就有大嘛 ，biu 漂亮漂亮，来来来，增一漂亮，嘿嘿，咦，哇，什么一 ，biu， 哇，
给他飞。好了，怎么又是这个裸欢鱼啊？这样子掉下去，这老板一个月之后估计会爱上我。他专门请了个人给他喂鱼，还给他工资。他不爱上我，爱上谁？啊！下次我准备用一个十 H 的专打他，指挥下货。哎，我黑漂亮，我去，这也漂亮。哇，天哪，这个漂黑的。哎，来了，哇，这鱼我没钓过。来，我们给它下来钓。哇，来，我吃水边了。哇。寂寞的光中央，哇，这条鱼过瘾啊！哇，它有牙齿，哇，这不是草鱼，它有牙齿的。荒野垂钓挑战百斤巨物的第十一天了，收获一尾不知道什么鱼，哈哈，这鱼值不值钱？有没有兄弟们知道的？知道的告诉我一下啊！你们看看它头，这鱼我没有钓过，来，我们赶紧下货，肯定是个宝贝，来下货下货，来，我去。哎，什么情况？哇，哎呀，大哥，受不了了，扶你了，来上来，哇，这冲击不得了，什么鱼啊？来，这个惊喜来的有点突然哦，来，我们直接给它飞上来，看我怎么拿九米的飞，哎，什么鱼？来，还没出水面，哇，来出水面了，快。快，哇，快要收杆的时候他还给我来一个200块，我本来想收杆的。哎呀，且话音未落他直接上鱼了。兄弟们看，荒野垂钓挑战旧的第十一天来了一个亲宝宝啊，来我赶紧给他下货。哇，这惊喜来的太突然，我运气太好了。哎，这钓鱼的一天过得太快了。这天都快黑了，以后兄弟们这种天气就不要出来钓鱼了，我已经帮你们试探过了，他没口哈，我一天才钓四条鱼，在家陪老婆他不想我，虽然说我每天才钓四条，但是我说出这句话一定要做到，我就现在去把我的鱼拿去送给当地的村民了。我是钓鱼的，然后今天穿上钓馅饼了，然后没送你，平时送给我这呗，啊，再送给你，不要钱，不要钱的。你挑一挑，不要钱，不要钱，你不要。哎呦我的妈！你不要害怕，我真不是坏人。是谁的对白，追赶我的空白？这条可以吗？可以。那这个就放你盆里了。爱就爱了。那这条可以吗？可以。那这条就给你了。我从没想过。你不用害怕，那个。不用害怕，不用紧张，跟那，啊，玲玲，什么？果玲，还有啊，就果玲玲，我知不懂您说的，就送给您，还是活的，可新鲜了，我刚钓上来的。好，那我先走了，爸妈。爸妈，您说什么？你还要一条是吧？一条不够吃是吧？哦。那你说呀，我也听不懂你说什么。那我再给你拿一条啊，两条应该够你们晚饭了吧？啊，这也给您了啊，就啊，好吧，啊，那就这样，啊，那您吃啊，这个可新鲜了，我刚钓的。哦，啊。走了，不是刚刚那个大妈，她是不是以为我是坏人呀？我长得像坏人吗？这年头做好事都不敢做了。走，我们继续找下一家。哎，对。干啥？不要！哎，是鱼吗？我这不要钱呐，免费的，我刚钓的，什么鱼啊？你看，你要吃来扎扎，你今天天上掉馅饼了，不要钱，免费的，你扎一条，扎，没事，是不要，我尝，今天不要。呀，来钓到上面卖了，真的没骗你，钓到上面卖，我不要钱，那你要钓吗？我们继续，我要不相信送不出去，大哥，
在双手之间。是鱼吗？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我平时钓的比较多，吃不完。啊，那您吃。啊，谢谢。没吃，您多吃点啊。拜拜，大哥。拜拜。你哪里的？啊，我是代表我代表微微粉丝送给您的。这个十块钱。大家好，我是微微，今天是我荒野垂钓的第十二天了啊。有个粉丝一直在我的评论区跟我说我的技术差，钓不到鱼。今天我特意邀请他过来跟我们一起做钓，顺便看看他的技术怎么样。他快到了，走，我们去迎接他。他说我这个月下来再不找别人帮我钓的话，我亏得回去的路费都没有了。我们看看他到底有多牛。你好，你好，您是唐老师吧？你微微是吧？哎，你好，你好。来，给他带点水果，钓一下了，你先带我去。这么客气。钓位就在那边，走。我说你这个小姑娘家家的，嗯，又菜又爱玩，啊，钓这个巨物，嗯，可是很有学问的，里面水很深的。好，然后我今天好好的给你上一课，走，现在带我去钓位。好，一般说话比较拽的啊，技术都很好，我们看他今天能钓多少个，就这里了。好的，好的，可以吧？今天就靠你了啊，我把你饵料一起开了啊。好，你先开。还是一包草青王啊，水比的话1:0.3的水，开到这个状态就可以了。既然大哥是来帮我们钓鱼的，我们肯定要给大哥照顾好啊，来者是客。大哥来，给你捏好了。谢谢。嗯，今天帮我多钓点啊。昨天我们说好了，今天钓好了，你那个小乌要炖给我吃的。不是，这个大哥是到底来帮我钓鱼的，还是惦记着我小薇来的？我们先上钓位子。现主依旧，我们20拖18啊，15号在钩子单钩做钓打行程，9米的猛攻再降5米来。这大风大浪，今天肯定出大鱼，今天回本有希望。哎，大老爷过来，你是不是应该要送我一套这个装备啊？哦，对了对了，刚好赶上拼多多7年大庆，大家可以直接领取288元的无门槛优惠券，而且还不限新老客户。订完券以后只需要20几块钱，我感觉这个挺划算的。我已经申请1000个优先领名额，评论区置顶了，大家赶紧去领吧，相当于不花钱白拿这一整套的钓鱼装备呢。有羊毛号斩，为啥不薅呢？你说呢，大哥？那我也去领一个。那我今天看谁钓的多，好不好？今天的大鱼就包在我身上了。你就等着卖鱼吧。好，看你了哟。1、2、3，走你。啊？有人？别笑嘛，失误了嘛。哦，有个来，哎，来，1、2，走鱼，漂亮，我来了，我这就不大，你还一直哇哇叫。倒挂金钩，你们看，不值钱，走，赶紧下货。喂，来了，终于漂亮。好老师，不是来钓大物的吗？怎么全是钓的萝卜？我看你啊，你有没有钓到？说嘛，你这小姑娘技术不行。那是，那这个大鱼该怎么钓呢，陶老师？这个嘛，啊，等一下，我告诉你。来，又一位，漂亮吧？你那个漂怎么没动一下啊？今天？他们又来鱼的。
哦，还没来鱼，你是专门钓大鱼的人是吧？钓这个大鱼是要手的。啊，那行，那唐老师，那多帮我钓一点啊！我今天能不能上岸就靠你了。好好好，唐老师既然这么有自信，那我们就期待他能给我们守一条巨物哈。来，我们继续。喂，兄弟，那个水库钓大鱼该怎么弄？我说唐老师，你在哪？这你就不懂了吧？啊！要想鱼上岸就拿粮食换，想钓大鱼。守大鱼必须要打中我知道吧，你看我这一横打下去，你觉得我还能钓不到鱼吗？那问题是你刚刚已经钓打了几大盆下去，那还不够，一定要守大物，一定要打大窝啊、哦、学一下。哦哎，来了，终于漂亮，哇，又一尾，哈哈，什么鱼？喂，完了，我今天这是跟裸肥鱼杠上了吗？今天吃啥子？裸肥鱼。早上吃啥子？裸肥鱼。妈的，骗子，钓这么小的鱼，简直是啊，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大炮打蚊子，来来来。我来了，漂亮！哇，哎，呀，我的妈呀！哇！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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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死我！为什么这个拔不起来？那你站旁边，你不帮我一下？我的个天哪！我看一下，我看一下。二十号主线都接了吗？这风有点大。我的个妈呀，兄弟们，你们看我这20拖18的线都切了，这得多大的鱼啊！你给我带来好运了，你看你穿红色衣服，不这样，我这最起码50斤打底。现在又重新换上20号直线啊，今天肯定要搞到巨物，兄弟们，真的，刚刚那20号直线都没来上2-3个回合，走你！哎，微微，哎、这个天气太晚了，我又不想钓了，我要回去了。今天下午都没钓到鱼，对，另外没什么鱼的。我都钓到了。你钓到，你那是运气好，下午碰到死耗子撞到了一条，我守了一下午一口都没有。那这样子吧，你觉得有鱼啊，你就找其他粉丝来钓，我是钓不了这个鱼的。没鱼。没事，那您大老远过来了，那吃个饭再走吧。吃饭就不要，鱼都没钓了，我不高兴，我算了，我要走了。没关系，没事，刚好我要去菜市场卖鱼，然后换点物资了，请您吃饭好不好？这样子啊，这么多请了，我不客气了。是，我们到集镇上了啊，这也没袋子啊，怎么办？啊，大妈，哎，你好，这个拿一个鱼给你换点袋子可以吗？可以，我看过那抖音，我刚对还给两个人一个赞给你。哎、是啊，谢谢，谢谢。那您给我点袋子啊。啊，卖鱼喽！大叔、大妈、大爷卖鱼喽！买鱼吗？这个15一条，新鲜的，我水库钓的，要不？不要，大哥买鱼吗？15一条。这什么鱼？这裸灰鱼。完了，今天鱼都砸到我手上了，是不是他们都看不到我的鱼啊？我把鱼倒出来算了。卖鱼了。哪一条？这条10块钱。啊，十块要不要？啊，不是，能买鱼吗，大妈？这个10块钱。啊，你过来，你说多少钱？这个5块，这个五块不行了，我亏大发了。这个不行，这个5块可以。什么情况？刚刚卖我10块，卖他就5块。这是我刚钓的，可新鲜了。5块，五块，这个5块没大吧？啊，这个5块，这个是活的，这是我刚钓上来的。这个十块，大哥买鱼吗？啊，这个10块钱一条。这个5块的，这个这么小，不，这个10块钱一条啊？啊，我要一条。来了，装了。这个15，大哥。装了，嘿。15是吧？淘气大哥。可以是吧？15啊。好。嗯，你看这个一倒出来，这个好，这个人就开始多。这个15。哎呀，行。对。要起10块。这5块哥。不是，这个10块。这个是5块，你说的。人家妈大的买他的15块，卖我也15块。那你。
那每天我给钱看你来卖人家也卖这么多，哎，是不是？哎，他你的比他的大，大哥一样的，同他的，同他一样的，不是大哥，你的比他大好多，同他一样的，哎呀，哦，十块是吧？一条啊，哈，啊哈，一条呢？十块，我弄的两块三，给钱了，啊哈。这个15一条，啊，十五块是吧？好嘞，好嘞，大妈，哎，好，你吃的好再来啊，大妈，啊哈，这个十块，给你5块好了，好不好？反正也卖完了，就给你5块钱，行不行？你吃的好再来啊，啊哈，5块，15块钱，我这条要15块呀，啊，15块钱，你这个是大的，阿姨，你这是可大了，你这个，你这个最起码13块，那行那行，大阿姨13就13，我这很豪气的13，天也黑了，你这帮我多介绍点人来买啊，好的好的，嗯，我这来卖吧，啊对对，嗯好的好的，收到了，不客气，拜拜，看刚刚又收了，还没一会儿就抢光了，看一下我今天卖了多少钱啊。10、20、30、40、50、60、70、80，加这里的13、90，卖了100块。哇，兄弟，我今天这个鱼期卖的可以哦。走，我们赶紧去淘，请韩老师吃个饭。